哎，前面这个小姐姐好好看，我过去问一下能不能接拍。哎，你好，小姐姐，我是名街拍摄影师，可以帮你拍段视频吗？啊，什么视频啊？街拍视频可以吗？嗯，可以吧。Later。小姐姐，你是什么口罩？看起来挺特别的样子。哦，我这是欧桑尼的防晒口罩，这不春天了嘛，紫外线比较强，我怕晒黑，特别是眼周和颧骨的地方，还是贼容易长晒斑。那你可以适当涂点防晒啊。最近皮肤过敏，防晒也不能擦。女孩子嘛，都爱漂亮。它的 UPF 指数300+，能抵抗99%的紫外线哦。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，可是口罩这样一直戴着，还是挺闷的吧？不会啊，这里有个孔，你看它冰冰凉凉的，一点都不闷。男孩子也要注意防晒，皮肤好的女朋友不就有了吗？对对对，你漂亮，你怎么说都对。Oh God, please no！太阳的雅鲁藏布，月亮的鲁格泽，思念的唐古拉手，爱情的石泉河。宝贝，嗯，如果以后我得了什么病，治不好了怎么办？你放心，我砸锅卖铁一定要把你埋得风风光光。
七只王啊，满皇上的魂儿睡了整个当朝。今天他七枪长写着金项链的三十二分。心好大，准备好，没想法。就在这里等你，跨山越海踏着云烟来。你们两个在家谁说了算啊？一般小事我做主，大事你说算了。大事一般为了和谐，大事一般化小，所以还是说了算。